郑云龙阿云嘎，郑云龙阿云嘎，我们要神似，对吧？所以有信心吗？信心呢？没有。你呢？没有。你是学郑云龙吗？对不对？没有，他。他学郑云龙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帅，然后要学郑云龙。他心里的愿望就是一定要模仿，就是超帅的帅哥。你说一下话。喂。好，那其实可能是可以的。The Phantom of the。The Phantom of the of the opera. Of the opera. The Phantom.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is there. 等一下，慢点，好，慢你们点。For new I pay, for new I pay, for now, for now 啊，不是 new， new 是 N E W 了， N O W 了，你这个英语，我真的是对不起，虎虎的英语老师真的是不好好读英语，我写个中文 now 就好了。now。再偏一点就没有站到那个圆台上面，真的，他们在那么多杆边上就准确地站上去了，太厉害了，好精彩啊！膀胱瞟了一下，你们谁模仿的是阿云嘎？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草原的阿云嘎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岛上青岛的郑云龙，我们是。云次方，我们本来的组合叫圆圆呼呼，就是整段表演在脸上是没有什么像不像的事情，但是声音真的，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
哎，你们有人是学音乐剧的？学完全不是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别瞪我。这个胸前是都是？这是我的胸肌，是真的。原装的是吧？对，真的假的？这么挺啊！因为其实那个云龙和那个嘎子他们俩就很挺吧，整个非常挺，而且他们身形特别，因为他们音乐剧王子，每个人在舞台上都是那种范儿足的不得了的。哇，唱的真的非常好，小月也唱得好，就是不太懂你们在中间突然给我来一段 How are you 初级英语对话是什么意思？呱呱龙启蒙吗？你们俩是？我们是有个加分题，哦，对，加分题，我们有加分题了，哎，哦，好嘞。但是在这个节目上，就是一旦有加分题，可能就会掉分。对，哎，我们来给大家讲个笑话。泰坦尼克号的主角是谁和谁？哎呦，杰克和 Rose。哎呀，一个是罗斯，一个是杰克。嗯，但你知道为什么最后传承了吗？哎，不知道哎。哎呀，因为杰克把罗斯给撬松了。哎，把他们关起，巴比龙，巴比龙，哎，谁不听话就把他关进巴比龙。我恳请观众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前面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后面的加分表演勿上升到之前进行准备的。我们其实是真的有表演的。有吗？就是还有加分表演之外的加分表演是吗？对对对对，快快快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扶好了，来吧。你说嘴巴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嘟一下你就回来呀，嘟一下你就回来嘛。我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嘟一下你就回来嘛。我觉得我堵不住他们。回来吗？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请大家记住他们刚才真正的表演。哎，我们其实还有一首歌。再这样，我要把真的变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魔法没用，神灯让他们闭嘴。咦？你为什么一直在挠他呢？没有在挠他，我在刮他呀。因为呱呱龙。现在下载呱呱龙，英语语文和思维，两到八岁启蒙快，不用担心学不会，开学家长倍轻松，呱呱龙在手，优惠课程全可买，但是你要下手快。是这样的，小圆吧没回来的时候，我想了他七年，他在台上用七分钟消化了我对他的思念，够够的了。可能是这个组合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刚刚配合，还不太熟悉。哎，但不一定哦，也许观众喜欢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如果只把 focus 放在前面的表演，几率就很大，几率都很大，因为真的唱得很好。刚刚看完后面的表演呢，我想回我的神灯里面去了，回灯了，不要再遗留在人界了。谢谢阿拉灯神兵。说良心话，如果说第一个节目没有拿到的话，第二个节目一定也是继续努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节目比他们的好。哇哦，是普法太后盖住了你的耳朵吗？这位老先生。百篇字典，你要不要翻一下？你们想看第几页吧？99页。哦。不知所云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就看观众的选择了。如果支持小圆和虎虎，请为他们点赞。各位，请选择。啊，继续努力。好，第一次嘛 ，OK 的。其实还好，因为很久没来了嘛，第一次上台这个成绩 OK 的了。好，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虎虎、袁成杰、启秋群。